这条船诡异得很，确实是条鬼船。有这等怪事？船舱查了吗？看了，船舱之前是有水手的，住的用具也都在。伙房里面还有米和面。如果说是遇到了海盗袭击，杀了船员，那肯定是有打斗的痕迹啊。但是刀痕剑痕都没有，莫非是他们受了惊吓以后一起跳海了？ 那船上的货物呢？就是些毛皮、草药，不值几个钱。可知道那些货物是从哪运来的？那就难说了。讲，漠河国、百济、新罗、丹罗国、倭国都产这些东西。看这船的样式，分明是我大唐海船。我自幼在海边长大，这骗不了我。回中使。 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。怪了，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，这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，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呀？啊！来来来，给你们看样东西。 值得吗？这就是两个金子。嗯，可有什么区别？一粒是砂金，一粒是白鸡金。地名府，好眼力。砂金产自河流，都有杂质，便是这一粒；另一粒，色泽细腻。 若是未经过提纯，必是产自山脉。据说，百济有矿脉，即金子，状如蚕豆，便是另一粒。刘中使若是怀疑，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，请让本官上船勘验。这查验进港的船只是我师伯使的事情，何时轮到了县衙的人？侯父郎。 你以为呢？不如让他试一试，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也可以挫一挫我这位同窗的锐气。谢刘中使，侯父郎。